好久没有在网吧吃饭了啊！今天和小鱼在一起，刚好我点了一个炒的烧白，烧白还可以炒啊。然后他也刚好遇上了，给他点了一个蒸烧白。怎么样？这个烧白了，好久没吃烧白了吧？那你平常吃的什么呀？一般常常吃炒饭。炒饭？对，炒饭面。炒饭多少钱一份？炒饭十块，炒饭十块，面呢？面八块。基本上，都是一个月能吃几次好一点的？就一两次吧。一两次，就是节约成本。这个昨天，你知道昨天张滚龙怎么说吗？张滚龙说你没有钱了。去上班都是在他那里拿着车费，然后说你两天没吃饭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哦，是王继健，是王继健好像。反正你记得，反正我们俩有微信，你正儿八经这个的时候你就微信发我就行了，知道吧？还有一个就是你这边要做好打算，我可能那个拍摄器材嘛，昨天不是说了吗？充不了电，开不了机，我要把它修好，修好了我可能不能我两个直接就去重庆，对吧？我先去重庆选好位置，房子啊这些情况找好了才行，对吧？不可能我们两个人一起杀过去然后就无头苍蝇乱撞，对吧？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烧白看起来还是很诱人的啊。我这样吃的话看不到啊，哈哈哈哈，看你吃，你吃几块烧白表演一下啊。给他来一个推荐啊，这个蒸烧白，蒸烧白80吧，80啊。那这个视频就简简单单的啊，就是好久没在网吧吃饭了，还有一个就拍到这里，我也开始吃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